终于到了。终于到了。是标间啊？啊，标间啊。哎，你不知道现在是旺季。嗯。然后房间可难定了，这有个标间已经很不错了。啊，标间正常，哎，也是应该订标间，对。啊，你要是不想住标间，其实托托朋友啥的也能订着大床房。嗯，别，我没那意思。那在家咱俩不也是不在一张床住吗？是不是？对，我也没想搭那人情。啊。嗯。那行吧。那洗脱衣服吧。嗯，还挺冷的，我就再穿一会儿呗。哎，你想住哪个床？哎，这有什么可选性吗？不是左就是右呗。那你要是不想这么睡的话，还有个办法。啥办法？把那柜撤了呗，俩床一并，它也是大床房。媳妇儿，你挺有经验的。我去洗漱了。啊，开玩笑的。那行吧，那洗漱吧。那把柜撤了啊。